你们这帮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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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样啊？看，军心来了，立竿见影了吧？姐，说快说，有什么好消息？快说！别吵吵了，也出事了，这回出什么事了？关起来了。哎，应该关的是李黛玉，怎么会关董一呢？知道，局纪检委派人来咱厂做调查。先叫去的是李黛玉，本来都决定处分她，给她开除了，谁知道董唯一去了，为了替李黛玉开脱，把所有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去了。人局领导一听，又把前段时间跑药那事给翻出来了。你说姐夫那弱智脑袋，他哪能说明白话呀？他把这事儿是越描越黑，越说越复杂。完了，又说什么咱厂职工偷人参那事儿，全让他给抖了出来了。这回可好，人领导决定整顿纪律，办学习班，把他给关起来了。办学习班？这不越闹越大了吗？啊！快想想，姐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有我呢啊！你想想，那你快说说该怎么办呢？你这样，你就到大门口堵住领导的车，死活跟他较真，就把这事问清楚，怎么办吧？没问题。怎么能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老天爷不也怕吃生米的吗？不用怕，我觉得领导没辙，只剩下最后一招了。我去，我现在就去。就找想想。没事。厂长急着去局里开会呢，你赶紧的。我要问问厂长啊，凭什么让董一办学习班啊？不是，这都是局里的决定啊。哎，再说了，那局领导不是你招来的，不是你举报的吗？我是举报李黛玉，又没举报董一。赵燕呐，你吵什么呀？厂长，你就放了董文一吧。自从上次跑药的事情开始，他就跟我一直闹别扭，连家都不回了。你说我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，我都带不过来了，一点上班的心思都没有。万一出什么大事故，最倒霉的还是你。赵燕子，我就不说你了，这事儿都是让你一步步搅乱，这关系到咱厂的名誉，你还想怎么着？我不想怎么着，我只想让董文一回家。厂长，如果你要不放董文一，我就告到局里去，说你把技术人员关起来了，厂里都停止生产了，也让局里给咱们办个大学习班，让全厂的人都去学习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首先办的就是你。开车。哎，我说赵夫人，你怎么耍无赖呢？你怎么？我没耍无赖，我是在讲道理呢。如果你不放人，我就不走了。行，真有你的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。一会儿啊，让董玉就回去了。我跟团长到局里头看看，能不能跟领导说说这事儿，能不能就这么了了。真的？那领导说话能不算数啊？厂长，太谢谢你了，你救了我们一家子呀！哎，黄秘书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啊，别影响你，快走，谢谢啊，厂长，谢谢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。大姐，怎么样？啊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，金子，你出去招惹真够损的，说你有心眼儿。损什么呀，姐？人厂长不都同意了吗？哎，你知道咱这招叫什么吗？这叫横的怕愣的，愣的就怕你这不要命。我这脸算是丢尽了，为了董文一这个冤家，我连命都不要了。金子，谢谢你啊，应该的。我得去找你姐夫去。行，快去啊！啊，慢点啊，姐。哎，老董，厂长答应了，说不用办什么学习班了，咱回家你自由了啊。走啊！我不回去。我现在宁愿被关在这里，不被人打搅，也不愿意回家。家对于我来说就是牢笼，在那里我压抑、窒息、透不过气来。你说什么呢？家是牢笼，谁管你了啊？谁让你透不过气了？你赶快回家吧，孩子们还等着你呢。我在这儿挣得挺好的。你不回，我也不回。
赵燕和董玉打起来了，你不去看一看？他们两个人又打起来了。是啊，你心疼了吗？他是为了你，他们俩才打起来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赵燕子非常爱他的男人，他为了他能死，能去上吊，能撞车，你能行吗？你根本不能为他去死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在内宫就是喜欢你，你记着，只有我是真心的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李让，你也喜欢我，咱们俩谈恋爱。你告诉我，你也喜欢我。你干什么你？你放开我！放开你！我能为你争取。是你把事情搞成这样的，你为什么要到局里去闹事呢？你都知道了，全场都传遍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再也不会回到那个家里去了。家怎么了？啊，你说说家怎么了？家是张栋啊。对，咱们家就是牢房，不是温馨的港湾。好，就算你不为我，你也得想想那两个孩子吧。啊，半夏和紫苏天天管我要爸爸，你做了孩子爹，你不管了？你不管孩子了？我没说不管孩子，可是我不愿意让孩子伴随着我们两个的战争长大。行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吵了。你答应我了，跟我回家吧。啊，咱好好过日子行吗？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。我人可以回家，可是心回不去了，你觉得这样的日子有过头吗？你心在哪儿呢？这么多年了，你的心在哪儿呢？你心一直在外头呢，是不是？燕子，你觉得这些年咱们两个人过得幸福吗？幸福，我觉得幸福。只要你在家，我比什么都幸福，我知足了。知足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我是怎么过的吧？这些年，在厂子里，我是领导好大喜功的一枚棋子；在家里，我得听你的。你让我当官，其实是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。你好向别人去炫耀，可是我呢，我就像是一味药材，被你们放在药罐里熬。慢慢的，我变成了一锅浑汤，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了。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要开始新的生活。炫耀。虚荣心，我怎么炫耀了啊？我想富贵其荣有错吗？我只想你好了，咱们全家都好了，我做错了吗？你说吧，你把你的实话都说出来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要辞职，我要和你离婚。离婚？你说你要跟我离婚？哎，娘！哎，严哥，严科长，特大新闻！听说董薇要和赵燕子离婚了。离婚？啊！打如意算盘吧，别鸡飞蛋打，一个二婚，人家还不一定跟你。这就是你嫉妒，人家李黛玉啊，就喜欢当后妈了。你就嫉妒死你了，金娘，你得救救你姐，这董文一死活都要跟我离婚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啊，离婚？亏得想不出来啊！他想离婚你啊？你不同意他能离婚吗？你说我怎么做才能不同意呢？要我说啊，还得这些事儿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咱都是女人，你也是女人，你那点本事呢，姐？谁啊？进来。小李。师父，真对不起，都怪我，我心里面内疚死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帮你，
现在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能为你做的？那行，那你就帮我点忙。你现在能不能赶紧到我家里去一趟，帮我看看两个孩子怎么样？他妈妈现在已经失去理智了，我担心她照顾不了孩子。你最好买点吃的带回去，钱我过两天再还给你，行吗？师傅，你别说什么还不还的。好，那我这就去。好，你当心点，别出什么事儿。你放心吧，不会的，我走了。谢谢。醒了，你别担心，孩子我已经安顿好了，在他二姨那儿呢。来，慢点。赵师傅，还没事吧？你盼我有事儿啊？啊？你是不是盼我早点死，好给你到地儿啊？你赶紧走吧。我现在不能离开这儿，你在这儿就一个人。我一个人怎么了？你还想逼死我们全家呀？赵师傅，你误会了，根本就不像你想的那样。董师傅，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别师傅师傅叫的那么亲，董一还是我男人呢，我能不了解他吗？是，你不了解他。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不了解他，你比我还了解是不是？我的男人你比我还了解是不是？对，你了解的只是家里的那个董唯一，你根本就不了解工作服后面的那个董唯一，他的心里面只有唯一他，根本无心搞什么男女关系。我师父就想重振那块招牌，这不只是理想那么简单，他是要出一口气，为他自杀的父亲出一口气。你说什么？我公公，我公公是自杀的。是，董师傅告诉我的。他跟我说，他老人家就是为了保护那个同仁才冤死的。对了，我师傅还跟我说，他为了保护那些针灸书籍，他可千万不能被遣返啊。董唯一居然把自己的家底儿告诉一个外人，他连我都不告诉。真的该死了。赵师傅，真是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师傅他可能不方便跟你说。他不方便他跟你方便是不是？你们在哪儿说的？在被窝里说的？赵师傅，请你别这么说，董师傅为人正直，他的心里只有唯一他，他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。你如果这么想的话，你只能把他越推越远。他需要的是你的温柔，不是捆绑。行了，还教训我，怎么去爱我自己男人啊？用不着。我没有教训你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我师父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，他那时大爱无限，大相无形。告诉你李丹玉，你不再给我拽啊！
我知道你比我有文化，我赵燕子直率，直来直去，我从来不藏着掖着。你还敢说你没勾引董唯一？你要没勾引他，他能把当年的秘密都告诉你了？不行，我得找个地儿评理去。明天一早我就去找领导。哎，赵师傅，你可千万别这样。师傅他现在已经够麻烦的了。麻不麻烦跟你没关系，我自己的男人不用你教我怎么疼怎么爱。你赶紧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，臭狐狸精。你还不走啊？啊！赵师傅，那我走了。不哭耗子假慈悲，什么东西？怎么回事？看到李黛玉哭着跑了。这欺负人，都欺负到家门口了。哎，别这么说。魏东妈都说了，幸亏李黛玉救了你。你说你干嘛又走绝路啊？这是为了俩孩子，你也不该你。玉兰，那不是真的。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让老董回家了，就听了赵金子馊主意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哎，就不该听你妹妹的，都是她坏的事儿。你说我不指望他，我还能指望谁呀？指望你自己呀！自己的男人，该温柔的时候温柔，该软和的时候软和，你老这么打，这把他越推越远吗？对，就剩最后一招了。我给他温柔。糟践我，我还有一个包饺子喂的，这要是狗啊，对它好点还会摇尾巴呢。这一个大活人，一点人情都不讲。董唯一，让你看看，这叫温柔吧？啊，给你包饺子，叫不叫温柔？吃，喂死你！给你包饺子。可得对得起这饺子，天没亮我就起来给你包了，三鲜馅的，你最爱吃的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我知道，我就是犯贱，明知道人家不待见我，我还起个大早包饺子，这叫不叫温柔？你今天到底是干什么来了？干什么来了？我给你送温柔来了，你不要温柔吗？这是该你欠你的。你不吃是不是？吃了，反正我已经准备了。咱们两个之间的问题，不是一顿饺子就可以解决得了的。我们之间什么问题？我觉得没问题。家我照顾着，孩子我管着，我差点就丧命了。你想怎么着？还想让我跪下来求你啊？这不是谁求谁的事儿。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和我心灵相通的人，一个能让我吐露心扉的人。那个人是谁？李黛玉是那个人吗？啊！你把咱们家的家底都告诉他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老爷子原来是自杀的。你都没跟我说过，我是从另外一个女人嘴里得知的。你自己说。这日子还怎么过下去？所以你就假装上吊，逼我回家是吗？你怎么人关着，什么都知道啊？全场都知道了。全场人知道更好，让大伙都知道知道，你董文一是怎么欺负我赵燕子的？那李黛玉还假惺惺的上门去慰问啊？你说她安的什么心？那是我让她去的，人家救了你的命。你应该感谢才对啊！我感谢他什么？我感谢他勾引我男人呢！我算是看出来了，
你们俩都串通一起了，我真是个睁眼瞎，亏我还那么疼你，给你包饺子，你爱吃不吃，我再也不犯贱了。我把话撂这儿，如果李黛玉没有作风问题，你可以把我从厂里除名了。我要求开除李黛玉。我说赵师傅，你他李黛玉没有犯法是吧？这男女作风问题呢，那又是你自己猜测的，这没有证据的话，你不可能说开谁就开谁啊。你要证据是吧？证据我有啊，我当着全场的面，我扒了他衣服，让所有人看看他是不是大肚子。谁呀？你要扒人家的衣服？你别当王八还得意啊！我要扒了李黛玉的衣服，首先跑的人是你。那倒不一定，要是董唯一把她的肚子搞大了，你说谁先跑？你放屁！哎，你追一个大肚子你还光荣啊你？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你要是个男人，就以保卫科的名义把她给我开除了。干什么呀？怎么着？你怎么不说话了呀？你没脸说了吧？啊，你丢人去吧！你比我还丢人呢。小李，出什么事了？师傅，厂里要开除我。这么晚了，他去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知道自己快被开除了，没几天作头了，他肯定去撺掇姐夫离婚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啊？没事，姐，毛主席不是说的好吗？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你在家安心看孩子，我现在替你溜墙根去。啊。我实在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，才会一时糊涂。我真是太傻了，当时只想着一心回城，好好的陪陪我爸爸。这点想想的往事，我谁都没跟谁说过，就连自己的亲人都觉得难以启齿，简直难以相信。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。整天都在做噩梦，我真希望这一切都是个梦。可是不是梦，那是真的。师父，我怀孕了，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我只有求你了，我知道你有办法帮我。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厂里把我开除了，那我哥、我爸，我们全家就都完了。你这么说是在逼我？我真的不是在逼你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不知道该找谁，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我这双手是制定救人的，如果我救了你，我就必须要杀死另一个生命。如果你不杀死另外一个生命，那我就自己了解我自己。我现在已经显怀了，很快全场的人都要知道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生不如死，我也不想活了。你别这么说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书上当时有记载神医一针救活母婴的故事，想不到我现在要用同样的办法去堕胎。可是我很担心的，你现在月份这么大了，要是真堕胎的话，很可能会引起大出血。怕？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，只有孤注一掷。师父，我相信你，我要冒这个险。好吧，你躺下吧。谢谢师傅。谁？不行，我们不能在这儿，
这儿安全。那去哪儿啊？今天下半夜4点，你到车间等着我。去车间？对，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。咱们车间有个老习惯，一到后半夜，值夜班的工人都会找地方去睡觉。其实那时候车间是没有人的，而且那时候天快亮了，就算是你大出血，我们也好去医院。那师傅，我就听你的吧。但愿一切转祸为福吧。记住4点。点，我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他要给他下流产针，这么说，那个孩子是老董的，应该就是了。哎呦，我这做的什么孽呀？啊，我赵燕子好强一辈子，我是真窝囊了，我，哎呀，丢死人了，这人没了，家没了，啊，这让我怎么做人呢？哎，姐，你现在就别顾谁对谁错了。捉奸要紧呐，4点钟别忘了，我还能等到那个时候？我现在就去。哎，你别这么冲动行不行？你还想不想要这家了？当然想要了。哎，这家和男人都是我的命，现在董唯一不想要了，那你就不能冒失。这样吧，你今天晚上到车间捉他们现行，然后当众羞辱他们两个。你说这以后董唯一他不就永远攥你手里了？为什么呀？这是他的短儿，他的死穴呀。没错，这是他的死穴。妹子，你姐我现在真的，哎呀，满脑子是乱的，我就靠你了啊！没事，姐，你记住，捉奸拿双，咱今天晚上必须来个了断。对，必须得来个了断。紧张了，你就放心的扎吧。我不紧张，躺下吧。
开。别害怕，没事儿。一会儿，一会儿你把眼睛闭上，啊，什么都不要想，没事儿。昨天半夜嘛，砸死的，砸死的啊！听说董文一半夜从学习班偷偷跑出来去把李黛玉又跪下了。对，两人正在快活呢，从上面掉下来个东西，砸了个正着，奸夫死在了奸夫的身上。真的？对啊，我亲眼看见的嘛。我上早班来得早，当时啊正往外抬人呢。哎呀，那个惨，你们都没看着，董文一当场就死了，但李黛玉啥事儿没有，最后啊从他师傅身子底下给救了出来。你们猜怎么着啊？怎么着？连衣服都没穿，丢老人的。那这事赵燕子知道吗？知道啊，哭他男人呢，哭晕过去了，送医院了。哎呦，平时还真没看出董文一是这样一个人啊。谁看得出来？哎呦，这这么大的领导啊。是啊，你说奸夫杀全齐了，全齐了。这下咱们厂可真出名了，这海城都没出名。不是海城都得出名。对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事儿就大了，这事就大了。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。李黛玉，你听好了啊，张华同志是咱们区的公安局派来的，咱们厂今天这个事儿呢是文革之后最恶劣的刑事案件，市里都非常重视，所以呢你一定要老实交代，听见了吗？建设同志你放心，我们保卫科呢一定会配合调查。谢谢。你想好了吗？我问你话呢，你能不能把当时的经过详细的跟我讲一下？我告诉你李黛玉啊，你不要消极抵抗，你要积极配合调查，争取宽带。你要是再不开口，我只能把你带到市局去问话了。别哭，别哭，说话。我告诉李黛玉啊，我是不会保你的，啊，你说，你董文一是怎么死的？他死的那么惨，难道你就不为他伸冤吗？别哭。是啊，你别哭了，法律肯定不会冤枉好人的。我对不起我师父。那被一个夜的城
那些苦苦的，伴随在痛感中。